初见你的模样，是在金秋的季节里，你恍若五老峰下精美的初姿，白城海滩是你舞动的裙裾，芙蓉湖是你闪来闪来的眼睛，凌云山峦是你优美的曲线，艰难群楼是你面朝大海的挺拔胸襟。想念你模样，是在离开你的岁月，至于纸山几里代代学子自强不息，南方之墙木多今生，在每一个学子心怀心火传递。想念你模样，是在离开你的岁月，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，母校的精神期待让学子的心灵永远永远。